嗨，特助你好，哇，真好，阿姨，麻烦你拿饮料了。你要一起跑吗？没有，但其实我国小也有。真的假的？特助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队的身高都蛮高的，蛮适合你来加入。你脚又长，这样子，还队好了，可以吗？你现在也蛮高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因为他的高度，然后身材都对啊，又漂亮，运动员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就只有你在看那个，但是在看。没有，晴姐，你在我心目中很漂亮。谢谢。希望下一期也。会报到你入围主持。哎呦！小猫叶慈玉的第一次投掷。大概也有15-16公尺。15-16公尺，对。好，轮到的是黄队的第一棒壮壮，第一次的投掷。领队郭哥是怎样看好壮壮在就是铁饼上面的表现？好，壮壮这一掷结果打到了他右手边的围网，掉了下来，裁判举起了红旗，是失败了。好，轮到了陈宇的第一次投掷，好走，对，我们跟小猫距离差不多，对的，我远一些哦。所以在像团队加总的成绩来说的话，女生就非常的重要了，基本上是影响了胜败的关键。下，不要下！他这次真的保守一些了。对，这次投掷成功。黄队成绩13.83。耶！大哥，是啊。对呀。团队成绩16.24。红队成绩17.60。叶慈玉的成绩呢，也成为了大会纪录的第三名，超越了燕柔中。现在轮到的是第二棒啊，红队的陈怡瑞进行第一次投掷。我靠！要一头牛被撞到，压下！哎呦，哪有？这个感觉就是要破纪录的节奏了。哎呦！来 ，Nike 也是我们垒球直远的纪录保持者。我赛前呢就有访问他说，那铁饼他投掷起来感觉如何？他说哇，真的有点差太多了。不过呢，因为上了的跨栏呢，他觉得自己有一些没有表现那么好，他想把这个气呢是出在铁饼上面。哇，这个左撇子选手蛮远的，是啊，上下，真的跟郑定兴的距离不相上下。好，轮到 Lucky 的第二次投掷。其实呢 ，Lucky 他也是左投美少女啊。那他会投棒球，其实撇饼也是一样。我们说放球点的控制，跟放饼点的控制，是一举成功。真的 ，Lucky 这一支 ，Lucky 的这一支有机会破大会纪录，但是他掉在界外了。距离有超过20公尺啊！相信一定破大会纪录了，但可惜他掉在界外。郑敬欣的成绩也超越了叶慈玉，成为了大会纪录第三名。继续轮回到红队的第三棒汉之，选手汉之第二次直，汉之他的这个亲弟弟啊是直棒投手啊，所以看看投掷类。能不能够比第一次要来得远呢？不晓得他有没有打电话给弟弟，就是询问一下。汉之超超过自己，也超过自己的投掷。哇！他改变了投掷的姿势。对，这一次他的投掷距离至少要有33公尺左右。来看到黄队的第三棒的 Z 会不会被前一棒的汉之给激励到呢？成绩会不会有所突破？进入预白前 ，Z 也是花了一点时间，但是哇，这个饼破了心 ，Z
之远。这是一种遇强则强的结果啊。才超越了汉字的距离。红圈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呢？这一支，哇，比较近。哇！而且裁判举了红旗了，因为呢，黄宏轩他投掷的时候脚踩到了投掷圈前缘线，踩上去了，算是失败了。Zing 是35.95米，已经超越了王品浩，不过汉志的成绩是36.69米，现在是成为了全明星运动会大会纪录的第三名。庾澄鑫的第二次投掷。30米，对啦，蛮厉害的，看也是有些惊险哦。有一支，超级霹雳火冰宇宙世界远，进步了至少10公尺啊！当然还需要再看一下蓝队的第四棒林嘉佑队长的表现，能不能够往前推进呢？看起来非常的有机会。展现出来了，大家通通留着大招按着不放，第二次才把它按下去。继续看 turbo， 蓝队成绩35.52，红队37.39，黄队37.18。全明星运动会，大家都想要追求超越自我，于是庾澄鑫的37.39米再次成为了新的全明星运动会的大会纪录第三名。红队选手张家山第二次直，接着轮到红队第五棒张家山的第二次投掷。当然，张家森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哦，因为他不知道徐伟泽等一下第二次会不会开大绝。这一次真的还不错，张家森也超越了第一次的同时成绩。好，预摆第三次、第四次，这一次。绝了！原来他的大绝这时候再开出来，哇，比他第一次投掷真的多了20公尺。接着轮到最后一位登场的许德伟，他的第二次的投掷机会，能不能够利用他的旋转的节奏增加投掷的速度呢？旋转之后，哇，整个铁饼变成垂直的一张饼了。它旋转速度比较慢一点，而且它刚刚出手的瞬间风又大了，紧张哦。双手垂直，蓝队135.06，黄队141.61，红队144.0。Yeah!